我也很喜欢陈伟霆和谢霆锋。哦，陈伟霆啊，陈伟霆有这个可能性，我联系一下他好不好？好的。陈伟霆起来没有？嗨，伟霆，早安。我现在在拍一个综艺节目，他们需要我开一个小型的演唱会，邀请一些好朋友来跟我线上合唱一首歌。我就问他们想看谁，他们就说陈伟霆跟谢霆锋。谢霆锋，我觉得他会一脚把我踢到大西洋，但是你就不会对这么对我，对吗？好吧，现在陈伟霆都找到了，看看他爱不爱我这个师姐了。听他说什么？不用考虑，师姐想要什么，我都能帮上。我好感动，我真的好感动。此时此刻，你不知道我的环境。我每天都是跟着一个叛逆小猪一起住，然后还有一个疯狂爱吃东西的白兔，控制不了他们，我都崩溃了。太可恶了。小飞，小飞，陈伟霆答应了。